我把盛天的电脑拿来了。好，苏妈。哎，查查这个电脑，看看有什么线索。好，明白，我会尽力的。过来吧，沙记长。吴凤。啊。汇黄一总会的那个新老板已经查到了，这个人姓李，是本地人，之前他自己开了一家洗浴中心，但是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，而且还欠了一大笔外债。那他怎么有钱？ 买罗标的也总会啊。当时罗标还在监押之中，这笔交易是谁完成的？是罗标的代理律师。我们得去见见这个律师。嗯，少凡，那你在这等一下吧，我们有事出去。好嘞。江上地图。好。这个交易是我帮忙办的，我也是完全按照我委托人的要求。 我这里有谈话记录，说实在的，我也劝过我的委托人，这个案子不是用钱可以解决的问题，卖不卖到这家夜总会意义不大。罗标筹了这么多钱，都干什么用了？这个案子下来，确实花了不少钱，剩余的钱罗先生都已经拿走了。罗标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死了？怎么死的？溺水。 具体原因我们还在调查。周律师，罗标那家夜总会的出让合同是你起草的吧？那是。签字的时候你在场吗？那我在。我起草完这份合同拿给罗先生看，他确定之后我才按合同执行。具体转让合同也是先由罗先生签字的，毕竟他要为这个交易价格确定才行。由于他被羁押的特殊原因。 我和乙方啊，也就是买方，一同签了字。我这里还有合同的副本，如果你们要是看的话，我可以拿给你们。啊，那不必了。那个买家是哪儿找来的？啊，罗先生的夜总会还是很抢手的，消息一公布出去，就有很多人过来跟我谈，他们都非常感兴趣。最后，罗先生选择了一家价格最合适的。那个买家你认识吗？